大家好，我是老朱，今儿下午嘞，天阴着，也刚好有点亏。俺大哥压我三号秤锅，月平底锅，今儿下午就是抽块给他套出来。这是俺大哥的老锅。我给他一磨汤磨子用，这就是三号秤锅。出来看下锅啊。现在做着是三号秤，有头号秤，有二号秤，有三号秤，也就是这最小的锅。圆圈给它绑起来。锅儿盖必须得弄好，这锅沿用手指轻轻的把它磨出来，锅儿盖也叫它磨出来。一比着这儿用切了针叫它啃出来。这需要叫它沙子都筛起。他做成的模型，他是光的。这筛了这沙叫它烂瓷。这是我胶口，这就是溜驴的地方。错了，这都给拆沙子，浇着香，这些刺。烧这锅香必须得填满。做胶扣在这一旋，把这个胶扣拿出来，做胶扣有点小，叫它圆圈在一扩，再来个出气孔。好了，这都成了，这叫香圆圈清理干净，放这个喝香了添香。好，说模型都成了，老锅这都用将近
30年呢，就这锅有点老化了，三角这一边给它一修，说行做了了，接下来给它尝尝粉儿。现在咱都起内幕，这是香的内幕，接着它压光压瓷。这是一盘铝合金，我温度脚上来搁里头都化。好，咱现在都开始喝香。好了，这都成了，铝属这样化成一道都成。看看，漂亮！这比咱大哥家的锅强完了。那也，这接下来再给俺大哥倒平底锅，他这个上锅称，我平底锅都切了，这平底锅都铺排了，以前都有着视频呢。好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